国庆年假期间，上山游客车潮较多。三天假期，今天双十节，上山游客最多。今天早上九点左右，本分局辖区清境农场及五岭停车场均已满。呼吁上山游客小心驾驶。本分局会加派人警疏导交通。预计明天的车潮会较少，请上山的游客遵从本分局边境的交通疏导措施。上山的事情会再看看的，